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咸鱼，又到了重回金门第一的时刻，让我们看看今天战力到底能涨多少。首先，让我们来打开排行榜，可以看到第一名的 Shadow 大佬的战斗力高达 3.77 个亿，而小弟咸鱼只有 3.74 个亿。那这么看的话最少最少我们要增长400万以上的战斗力才能重回金门第一。你看到咸鱼这边实战就是一个 3.74 个亿。那为了周日的这个无尽对决咸鱼小弟也要猛提一波自己的战斗力。好，第一项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打开实时对战。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还差10分就能达到1200杯。我估计可以增长一个几十万的战斗力。好，看一下我们的对手是1666杯的 Tom 感觉这个数非常的顺。实时对战呢，我还是推荐大家选择这个童弟、豪杰、五头，然后这个闪光，还有这个黑光，以及最后看我们文女的这么一个阵容。阵容准备完毕，这个战斗的过程咸鱼这边就给大家快进一下。好啊，战斗结束，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增长了一个80来万的战斗力，好，非常的不错啊。那除了这个实时竞技之外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能增长我们的战斗力啊。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还差一个大概200多万现在我们算 3.75 个亿。好，今天童弟的超绝也已经开放了，来，我们来抽一下超绝。可以看到现在超绝给的东西，这个关于阵营和这个系别的这个卡也是非常好。好，首先头一个80抽已经结束了我们把奖励领一下。红地超绝到手，我们来重置一下抽第二个超绝的第二个我们一定要把超绝升到4星
你可以看到啊，给的魂和这个碎片啊，除了同地这个幼儿的，还有普通的啊。好，我们把奖励也再领一下。好，这同地的两个超绝也到手了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升一下啊，升一下超绝啊。好，我们找到幼儿同地。好，同地超绝启动，没看到啊，加了一个20多万的战斗力啊，再次启动。好，加了一个40多万。好，现在来到了3.75亿的这么一个战斗力啊。那除了这个超绝，我想想看啊，想想看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可以。哦对啊，我们点开活动啊，我们这边攒够了这个200多个晶体，来，我们兑换一个这个绝不灭之盾的这么一个徽章啊。好，兑换成功。然后我们看一下，升一下这个东西大概能涨多少战斗力，能不能让我们超越 Shadow 大佬的这个榜一的位置。好，一发下去，我靠，只涨了34万的战斗力，完了，这不够怎么办呀？我现在是3.758，大概是这个这么一个战斗力啊。我想想，哦对，我们还可以升级一下我们的核心。来，我们看同地啊，同地核心这个抽了一波啊。来，我们升一下，好，把同地的核心升到8阶，看看能涨多少。好，涨了66万战斗力，好漂亮！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3.76亿。好，那我们就大概就差一个这个1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战斗力啊，应该就可以了啊，3.765亿啊。但是这个还差100万的战斗力，我们怎么办呢？我想一想啊，我们先确认一下啊，啊 ，Shadow 大佬是3.77亿，我们现在是3.76亿，还差一个100多万啊。我们想想，那这样吧，我们还是点开这个符文终身卡，我们兑换一个打折的宝石啊啊，我们哦、啊、不要这个绝技伤害的，我们要这个8折的这个增加绝技免伤的这个。好，我们看一下啊。哦，对，我想起来了，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获得的这个专属宝石的这个任选箱。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选一个这个绝技伤害的不要，我们要这个先升这个绝技免伤的这个宝石。好，我们去升一下啊，看看到底能加多少的战斗力。来，我们打开文章啊，不灭之盾。好，这边这个缓冲宝石，我们升晶，174万，漂亮！现在已经3.78亿，已经重回了金门第一。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永恒的这个宝石能加多少啊？来，这竞争抗争宝石，我们来升星啊！漂亮，又是53万战斗力。好，最后咸鱼小弟的这个战斗力定格在了3.788亿，漂亮！我们重回了金门第一啊！我们做好了准备，看看今天周日的无尽对决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啊，咸鱼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